完全 HSK 四级词汇。请原谅我迟到了。请原谅我迟到了。他解释了迟到的原因。他解释了迟到的原因。他们安排了一个周末的约会。他们安排了一个周末的约会。我喜欢在晚上阅读。我喜欢在晚上阅读。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。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。老师不允许我们在课堂上吃东西。老师不允许我们在课堂上吃东西。我订阅了一本时尚杂志。我订阅了一本时尚杂志。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我暂时住在这个城市。我暂时住在这个城市。我的鞋子很脏。我的鞋子很脏。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公司决定增加员工的薪水。公司决定增加员工的薪水。我打电话给他时，电话一直占线。我打电话给他时，电话一直占线。我们公司正在招聘新员工。我们公司正在招聘新员工。镜子里照出了他的脸。镜子里照出了他的脸。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朋友。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朋友。我需要整理我的书桌。我需要整理我的书桌。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。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。我到的时候，会议正好开始。我到的时候，会议正好开始。你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你的答案是正确的。